由叶伟信执导，甄子丹、熊黛林、林家栋和黄又南主演的《叶问》即将开画。发布会上，甄子丹透露花了不少功夫去投入角色，那怕不怕拍完以后很难抽离呢？在拍摄的过程投入角色的世界，但是我还是要扮演那个角色，所以在拍完之后我都是要抽回去。终归来说，我还是甄子丹嘛，我不是演甄子丹，我只是演另外一个人。叶问这个人跟我很多类似的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相同之处，但是终归我还是要做回甄子丹。早前甄子丹在拍摄叶问时不小心伤了眼睛，现在情况如何呢？这个是小意思了，受伤其实不见得就是我们拍功夫片的，任何运动的一些行业都会受伤的机会比较多，特别我拍的那些功夫片特别要求高的，所以也过去了，也我不想提了，反正就是以后小心一点吧。老板黄百鸣表示，明年将会开拍《叶问二》，还会有李小龙登场，到底谁能担此角色呢？